真贤，大家好，咱做伙来读经吼，啊，增加咱的智慧，福慧双修。咱读经要增加这智慧的吼，啊，先读心经啊，待遇的啊，好，发誓波罗蜜多心经，观自在菩萨，行深发誓波罗蜜多时。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受想行识，识受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。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故空相无色，无受想行识。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。无无明，就无无明心，乃至无老死，就无老死心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智，依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，依发誓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。无挂碍故，无有相故，远离颠倒妄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诸佛，依发誓波罗蜜多故，依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故依发誓波罗蜜多。是在心事，是在明咒，是无上如清净咒，是如清净咒，令除一切苦，心识不知，故说发誓波罗蜜多时，即说咒愿，即地即地波罗即地，波罗僧即地。菩提萨埵，各位真贤，大家好啊！人个教授吼，研究迄咒语个教授咧念的是上格地格地，波罗格地，波罗僧格地，菩提萨埵。吼，咱啊知影吼，人个教授啊，伊专门咧研究咒语个吼，啊伊咧念的是念格地格地，波罗格地。波罗僧伽帝，菩提萨埵，伽罗不是伽啊，是伽啊，伽帝伽帝，波罗伽帝，波罗僧伽帝，菩提萨埵，咱那个背这开做记得的咯，哦，伽帝伽帝，波罗伽帝，波罗僧伽帝，菩提萨埵，那真诶，咱念一解看，咱背起来袂哩，伽帝伽帝。波罗伽帝，波罗僧伽帝，菩提萨埵，伽帝伽帝，波罗伽帝，波罗僧伽帝，菩提萨埵。人迄专门咧研究印度话的教授咧讲啊，讲迄个叫做去哦去哦，赶紧去哦，大家爱赶紧去哦，去听上悲言呐，哦，超发生四轮回，离苦得乐，听上悲言呐。安内讲，去哦，去求道哦，去哦，去求道哦，大家拢赶紧去哦，大家拢赶紧去求道哦。哦，啊，大家拢会当小心了事吼，哦，经常避难，安尼上介好吼、哦，是不是？哦，咱目的就是要度众生，要离苦得乐，超脱六道轮回之苦嘛吼。佛、哦、要度众生，就是要让众生觉醒啊，觉醒就袂阁在离轮回安尼受苦啊吼。哦脱离轮回吼，所以咱来得到第三宝就是这个道理。
哦，这心经啦啊，他若念对的所在，请咱谅解下，感恩。